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他？他天真勇敢，打针的时候强忍着泪花，安慰难过妈妈的时候说没事儿，我已经长大。但有时候呢，他也没有那么勇敢，他看到春天的毛毛虫也会害怕，路过漆黑的小巷时也会加快步伐。他大方善良，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都献给了孩子和厨房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那么大方，面对我偶尔奢侈的惊喜时，他会略显慌张，心疼地骂上一句太不值当。他坚韧不拔，遇到天大的难题他都会说孩子有我别怕。但有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坚强，在我生病困顿的时候也偷偷替我求过不认识的神仙和菩萨。所以用那些单一极致的词去形容他总归有些偏狭。自由、快乐、肆意潇洒，这些美好的词汇也应该属于他。他是女儿，是妻子，是妈妈，但他首先应该是他。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他，请记得和他说上一句感恩有你，节日快乐。